也不会一个人啊，可是以前爸爸妈妈也说不会离开我的。
在去收拾一些东西。好谢谢。关机才算了。
叫我全部聚集在你又骂我了。此时此刻大家怎么样？你的你刚刚有病，看真的是想念的全部信号吗？是的，他你刚刚不是来救你了吗？
今年是我最后一年，我觉得我已经尽了我的全力，所以我觉得没有遗憾了。明天一定要一直继续下去。对，收尾，感言。感言。很兴奋哦，这次演的哦，终于 OK 了，很不错，演了很兴奋的一个，很兴奋的一个。好，感言。哎，你没有穿鞋，穿鞋起来。感言，那就会更好看，更高。感言。没有什么好说的。来，我要你感言。哈，感言啊，哇！然后今天要绑架别人上台，真的是很难接受啊。